远大家一直说文创要引进，不是引进，在地的，它是一个大墩名字的由来，在一个区块。不是，我举个例子，我跟议员讲一下哈，我们都知道公园眼科嘛哈。它是一个很典型成功的例子。那大家可能有些人不了解，其实公园医师啊，他的诊所是在公园眼科，他的住所就是台东市长的官邸。那我们现在引进，比如说现在是由这个弘道老人基金会，他们会做这个不老梦想馆，然后结合双十文化留意，把整个青少年啊的整个这个串联起来。所以很多地方的我们不是单点思考，我们希望说整个串联起来是一个走廊，好，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在这边。啊，不只是观光旅游，而且工作生活都很方便的地方。因为我要看到市长的一个蓝图啊，让台中市、台中公园是不一样的一个愿景，不是在那边做平面式的，或是在那些维护古迹式的。因为前任好几任市长，大家都有一个观念，希望台中公园更好，但是真的没有几位市长能够把那个地方做得有声有色。那我希望说，李市长，既然你这么有心的话，那你是做过东南中西区的这些立委起来，你也非常知道说这个地方举足轻重。那台中公园它的整个一个背景跟时代是有它一个牵制性，不是说那边走的我都走的物件，哦，那以为包有不可替代性跟重要性，对对，啊，以为基本上周边的配套也不是那么的完备，那是不是说市长你可不可以有更一样的不一样的创新，来将台中公园来发展？因为它的联动性是非常的强烈。我现在是从面线点，整个把老市区再定位之后啊，做好之后，其实自然哈，它的交通便利，然后它的一个就是特殊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而且太极熊特色年底嘛，在那边也即将在那边，对，就是刚刚讲的第五个活动就是太极熊相关的嘛哈。那因为附近有很多这些又牵涉到一中区的一个。商区的影响，所以说我希望说我们那些这个很多这些公共的汽车啊，这运输工具能够有地方来停列，是，那也可以做个转运站，不要就是让其他，而且最重要是摊位摊贩不要在附近。好，我跟议员刚好我们的同事给我的资料哈，因为您关心那个预算投入了哈，对，我们大概104年度有28个案子哈，我说跟中区，尤其是台中公园这附近有关的，总共是啊，这一个3亿啊，好8600，哦，这个不止哦，我看，哎，你只要台中公园要，我预算呐、啊，我们今明两年的编列啊，都相当的高了哈。今年多少？今年3亿8000多万。106年，明年是多少？104年度是3亿8000多万，然后现在105年度会再增加的是2亿2000多万，但这个是他们给我的数字啦，就既有的几个案子，那我想我们会做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整理啊，就是如果议员很关心投入的总预算跟这个有关的，这个包括一些建设跟活动，我们会后啊这个咨询完之后再提供给议员。他整个统筹是在建设局吗？这个应该研考会这边有资料，好，不要有写窗口啊。研考会吗？好吧，研考会列管说我们这些计划，好，啊，当然财主单位会帮忙了哈。施作嘞，建设局管理嘞，建设局。对了，但是大家他给编一挂预算来哈，让这个台中公园跟中区啊，附近搞定了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市长，头头范松有讲到咱的公园吼，要给它美化，花一些钱给它美化，变得更漂亮哈。公园当然是要美化，要让它更漂亮，让它有很多人愿意去那边跟它亲近。但是其实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哈，公园一定要干净，一定要干净，一定要清洁了哈。最近哈，每天早上大概7、8点钟哈，黄玉林局长哈，或者蔡世颖局长啊，或者周庭章啊，或者王俊杰、洪振中啊哈，大概偶尔会常常接到我的 line， 包括市长，好，可能我当偷在6点外、7点外我也 line， 我想就拍摄不应该那个时候给你 line 了哈。
但是我实在讲吼，就是讲我最近在做一件代志，其实我已经连续做超了半年啊。我在南屯哈，我的选区南屯走透透了。我在南屯走透透，我目的是干嘛？我没教员啊，我没教员，我一天行车两三点钟啊。我就带着我的手机啊，我就带着这个手机，我就带着手机。我每到一个公园，好，南屯现在有46座公园嘛，六处绿地嘛，哈，还有4个广场。我分别到这个公园里面，分别到这个绿地里面，分别到这广场里面，我要看讲大家所在无清气，或者是讲我去学校，看这个学校伊的周边有清气无？或者是我去看路树，哈、哦，有没有种得漂亮？有没有人在整理？有人去修正无？或者是看讲这大马路，大马路啊哈、哦，有没有干净呢？有没有干净呢？哈、哦，讲起来我这哦，我这小议员啊做这代志哦，实在是足闲的啦。但是我一直觉得说，一个城市有没有干净，一个城市有没有漂亮，有没有整洁，绝对这是这个城市第一个给外人的印象。你比如高速公路下来，你如果看到高速公路，譬如70号道路下面有啥啥垃圾里头，我相信你对这城市绝对非常没有兴趣，而觉得这是一个脏乱的都市。好，我在这边我南屯走透透的结果，我其实已经拍过哈，超过10000张的照片了。我分别传给市长，分别传给副市长，好，张光耀大哥嘛，把叫得外赖了，黄玉林大哥，好，洪振中、周廷章、蔡世颖、王俊杰都有了哈。我南屯走透透，我现在做一件代志了哈。我是哈。当市政的纠察队了，我讲起来哈，市政的纠察队目的就是希望这个城市更漂亮、更干净、更整齐啦。好，当然我伫遮要感谢咱一级主管哈，头先讲的5个一级主管，我把这图按赖给他的时候，照片赖给他的时候，我老实讲，都在第一时间，这个公园变漂亮了，这个马路变干净了。然后这学校周边也变成整洁了，啊，变整洁了，啊。但是我是比较希望，就是我们的市政一级主管，我们要去主动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了，哈。我南屯走透透，但是哈，范松宇不一定跟南屯走透透了，包括何敏成了不一定了，包括我曾召集人了不一定有法度啊。我在南屯走透透，老实讲哦，我是用1天2-3个小时在做这个工作啦。我讲啊，市长你只爱付薪水好啊，我做纠察队这个工作啦。那当然，除了感谢一级主管以外啦，好，我要感谢2个人，特别在今天这个场合公开场合要跟他说一声谢谢，包括咱环保局哈，那咱吴东耀副局长，像我昨天在黎敏新村啊。看到一个非常脏乱、那脏乱那个状况，实在是唔知变哪讲起安尼啦。啊，你一定看到我来都要酸了，要叫安尼啦。结果把那个图案传给他，结果人家中午就做好了。还有我们建设局张以新科长、黄玉林哈，可能我传了一条黄玉林第一时间都把我传给他图哈，就直接传给张以新啦。啊，老实讲，这些公园科长实在足忝的啦，足忝的啦，哦。啊，当然，台中市的公园无清气，这老实讲，我相信市长嘛知影啦，哈。就是讲，根据黄玉林局长告诉我的，就是说之前呐、啊，去年呐、啊，哈，标到的厂商唔甘输赢啦，哈，10块的物件去标3块啦，低价抢标啦。所以老实讲哈，我现在到每个公园呐、啊，在南屯46座公园呐、啊，我都在替我们市府团队讲话啦。这位人讲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公园是哪以前欧志强做市长都无加垃圾，然后林佳龙做市长加垃圾，其实啦，就是我刚才讲的问题发生了，哦、啊，其实我伫遮趁这个机会要甲市长，包括咱的黄玉林局长讲，其实这个问题哈、哦，关系到这个城市给外人的观感，这个城市哪个垃圾，这个公园垃圾哈、哦，实在是，你讲你做偌济物件，人拢唔相信啦，拢唔相信啦哈。哦，
所以我那趁这机会，我今日总是顺这时间，要甲咱现场一起主管拜托啊、哦！如果有一天早上你接到我的 LINE 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不耐烦，不要觉得不耐烦，我要拜托你把我 LINE 给你的东西哈、哦，当做一个纠察队给你的一些参考资料啦，啊、哦。我无来收钱啊，无来收钱啊！其实我媒体讲啊，我拢不甲媒体讲啊，无非是希望这个城市在未来很快的时间内，它能够变得更干净、更清洁、更整洁、更漂亮、更适合人居住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是我今天趁这时间哈、哦，总咨询利用一个短短的时间，跟各位一起主管拜托，如果你还接到 LINE， 不要生气哈。哦该做的给他做干净，该做的给他做好，好、哦。啊，这喜欢南屯走走透，我是市政纠察队，我是张耀忠议员啊、哦。来，我你。台中公园啊，因为讲是台中的这个重要的地标啦。日本时代哈、哦，这个配合铁路通车哈、哦。是的嘛，这个台中公度假欢送意哈。哦这个殷殷期盼，看会当重回往昔的风华。啊，咱其实嘛投入足济这个资源伫台中公园，一年哦，我甲看看，拢几啊千万以上啦吼。啊，当然啦，台中公园伊今仔日伊迄个形啊吼，甲动车时是有走起啊。比如讲迄个迄班两班桥啊，以前拢是柴啊，啊，即马一班就变作，即马变作石头桥啊，阿妈土的哦。这拢走的，咱啊以前吼、哦，日本时代嘛无迄啥物民防啊，有无？民防队啊，啊嘛无都市馆呐、啊，哦，啊即马拢有迄个都市馆，都市馆啊还好啦，哦，依法的公园都还佫用设25%的这个建筑物，啊，但是啊，像迄民防队迄个唔免个清掉，但是倒也唔去咧，避谈台中公园，哦，这是怎样？看得足艰苦的，哦，啊，迄我以前的公。每一任的市长我拢讲哦，啊拢无效，哎、欸，大家拢感觉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没有事。啊，其实台中公园，干那迄个日月亭实在是会用塑造做吼，足水足水的物件，哎、欸，一个公园。迄若讲哦，我咧我唔是我爱甲你抱啦吼，我讲恁丈人遐迄个奇美吼、哦、博物馆，迄公园都会用伫台南迄庄脚所在都会用甲做甲遮尼水，是啊，台中公园这本来就真水的，是啊，用甲做甲遮歹，哎，啊，这就真奇怪咧，哦，所以啊，这我看是毋是吼、哦，原创这马个在伫咧了，聊聊伊，聊聊伊妈妈，哎呀，伊阿公啊，哎呀、啊，哦，爱问干呐，聊聊伊妈是啊，所以哦，咱其实啦，一旦佮找一寡历史的这个典故吼，啊。咱台中市嘛有景观总规划师啊，应该是大家集思广益来好好啊来计划，包括讲像咱头拄仔你咧讲啊，做咱办偌济活动，其实我一直对办伫台中公办足大型的活动，我一直有意见啦。因为台中公就是因为吼、喔，大概吼、喔，那办迄个什么灯会啊，办了吼、喔，无偌久就差不多要死几丛啊树啊啦，哎呀，迄张宏仁有一年吼、喔。啊！那关几了千丛的迄个梅，迄什么？诶，樱花啊！我即摆去看都唔捌无半丛啊！哎呀，樱花开啊！啊，无台中公园照讲，人讲种的起来吼，实在是嘛有影樱花公园嘛算真水了。啊，无啊，都种无起来。迄就是安那，因为办大型的活动吼，大家人一人一部桥啊，佮压死伊啊！要大家拢，你我看本来我看你嘛压有着，哎，哇、哦，你也佫拢足多的。所以吼、哦，像这啊，实在讲吼、哦，这确实吼，这有值得咱足济咱的思考的所在。台中公园要维护，要敢那讲像日本的这个后诶三大公园、后乐园啊，甚至讲金泽公园啊，其实有足，还佫爱努力、努力再努力，实在还佫有足大的空间啦。诶，但是爱有策略，爱有想法，爱有方法。我是想讲吼。这唔得有，啥物人有啥物撇步？哦，你有撇步来，我你讲者。啊，报告议员哈，咱即摆有一个调查，哈、哦，已经第一期要做了嘛，就是迄、那个，因为看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迄、那个、嗯，咱讲迄鸟居啊，嗯，好、哦、都在遐嘛。是啊。啊，这是迄阵张文英做市长时阵啊，哈、哦，都暂时安尼创。那咱就展开调查，发现讲，其实为迄个台中公园哦，就是差不多是
这个大门入来了，其实都是一个，会使讲啊，一个足完整，会使敢那个参表参道这种的，一直到上顶关的内底迄个神社啦。嗯。啊，即马调查了了吼，我发现讲哇，足侪物件即马拢已经乱起啊，拢原始的位置啊，跟现在的地方不一样配置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你讲的，吼，我已经，比如伊些材料改变了。不然是木桥，哦，起码变，哦，孔古里诶，安码头，哦，那这个我们如果这个计划哈，那就得给变医生了。我来看呢，我来回应哈，几位议员啊，咱调查了来推动起来哈，台中公园啊的这个哈的这个修复啊，个再生的计划，那个医生变它完整诶，好，就一次啊，能够把台中公园，因为这个是台中市的地标，也是台湾最早的。哦，这个就是都市花园，对吧？它有不可替代性了。啊，安尼，我想讲，在106年哈的预算的时候，就来编一个比较大的。好，那在明年把这个调查完全做完。树啊嘛，真对，好不好？树啊，包括南洋，左花河欢啊，加大长四几啊长年咧，那种。我家己玩报告，这内底有两张历史上的树啊，是为南洋来，迄个什么树？左花河欢啊。对对对对。一丛已经死啊啦，即马还剩一丛嘛，剩一丛啦，剩一丛。像这是迄个为南洋来呀，嗯，哦，这个历史嘛，就是人唔知呀。我一种经过一个，咱我想吼，明年都甲调查完整了，啊，按后年度的预算啊，咱来做一个专案，来针对台中公园。你若会当甲台中公园做吼，你的中期再生哦，都好一半啦，都是都一成功一半啦。我刚刚给你安尼保证。好，安尼我安尼来回应议员吼，我用来做一个专案。啊，做一个迄、那个台中公园哈、欸，整个北区嘛，东区、北区、中区拢换一半啦。哎呀、啊，哎啦，台中公园是很特别、哦、啊，就其他公园我请继续讲哈。继续来。感谢啊，不愧是政治家啦哈，出来讲拢是有内涵，啊，而且佫有深度啦哈。针对着公园，当然啦哈，啊嘛是，我虽然议员做无和平城议长遮久啊哈，但是我做15年议员哈，看到台中市哈做这个公园，我记几个例。确实，咱会当做更加进步。咱就讲当初时吼，9.11地震之后，吼，我甲我的同学一建筑师争取到重建费5-8千万，叫做地震主题公园，就是我东山国中、清光国小倒去迄个所在，吼，成为废墟、流浪汉，包括查人拢去遐叫门。啊，咱无简单摕到这个经费，啊，创造做地震主题公园有8千万的预算，但是迄条阵啊吼，乌鲁木齐吼，唔是咱心目中这吼。就是其实我有拜托一个罗教授，伊是留日的，日本帝京大学足前卫一个吼景观学博士，吼是咱国立大学咧教。我拜托伊来设计、来申请、来规划，结果投标留伊无着啦，吼伊标无着。啊，出来是呾讲一句话，讲上届起码我做的产品嘛是大学生的，但是台中市政府当初时算的是幼稚园的产品。哦，所以讲，即摆你看，整个地震主题公园啊，吼，真正无人去呢。做好开8千万的产品哦，即摆无人去啊，足少的啦，吼，而且是非常少。咱反观啦，吼，我14期啊，吼，这个自办从化新都生态公园，哦，市长顶刚冇去嘛。这个公园啊，吼，民间做的，自办公司，即间确实原来有淡薄仔良心，伊开，我问头家讲你开偌济，伊讲开6千万，吼，做一两家的公园哦，开6千万，你看即摆。无论是透早、暗时、假日啦，人山人海呢，一天哦，上届无5000个人，一公园就阮平平北屯、平平大坑周边，我所以讲一个好的公园啊吼，会当吸引到足侪人来遐休闲、来遐休困、来遐运动、来遐健身，吼，所以讲，即嘛当然吼，即10几年来，吼，咱顶任的市长啊吼，搭土地种的足侪，搭公园做真济。哦，即马咱整个吼，市府的团队要开发土地嘛好，吼、哦、要做吼、哦，这个公园可能真少啦吼、哦，啊有做机会可能真少，但是毕竟若有做到，吼、哦、咱就是用心来达做更加好的规划。像即马吼，一挂公园吼、哦，目前拢干来个荒废，是毋是讲咱会用找几个指标性的？因为公园甲整个社区人民，无论老岁仔人，无论吼、哦、咱这少年要运动，是一个足好足重要的一个所在。我记吼，这个新平里啦，经贸园区边啊，遮吼，当年吼有诶中华公司主办中华公司，伊是真负责任。其实啦吼，咱台中市诶中华过去吼，公办中华都是市政府做诶嘛，
哦，当然相对的，咱公园做好，啊，主办单位足多，哦，像我较有架势的，甚至较有良心的，因主办单位做好的是因的连公园做好，就是像我拄仔所讲的十四单元主办单位，因把公园做甲非常的水。我问头家讲，啊，你开这钱做这公园，伊讲这是一个投资，我公园做水，周边所有的土地拢会增值。哦，无论是地主分等于，也是讲一寡地价地拢会增值，哦，这就是一个足好的一个三赢的策略。但是咧，有一部分的主办公司，哦，因哦家己较无负责任，因是讲个地因会当分偌济分等于，因为公园设施就是等候大量市政府，即马毋是发草，啊，就是哦足济脏乱的所在。咱希望讲目前有几位像这种的，哦，主办中的公司，把公园交转来咱。台中市政府，咱无做公园的，是毋是讲用什么款的方案？吼，平均地权基金，吼，咱来讲，把公园做好来，吼，无论是观光、旅游、休闲，包括社区的生活品质的提升，吼，拢是非常高水准的。吼，咱做几下出来，互看，吼，代表讲，哎，啊，即马，吼，这个建设局长，吼，黄教授、黄博士是有内涵的。啊，所以咱是经过，吼，公开投标，包括来做的，吼，拢是可长可久。像咱台中公园做百多年啊，大家感觉讲，哎，是个台中人的骄傲，啊嘛是台中人的地标，哦，会当创造一些哈，啊会当来做。啊，一只几项吼，我来做建议。咱这个都市的规划，我相信哈，市长来这里做市长啊，哈，对咱整个台中市，哈，尤其是合并了，虽然哈，这个260多万人啊，哈，人口数，哎，渐渐的增加，增加了。各区的这个规划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计划，哦，比如讲，哎，北屯未来就是一个观光旅游运动中心，哦，咱的西屯工业区以外是虾米款的规划，哦，宏观的规划，咱市政府资源有限，但是整个长远都市啊，哈，这个定位，包括各区发展的方向，哦，应该有一个足宏观的规划，咱希望这点啊，哈，咱的都发局啊，哈，会当更用心啊。我要讲这个就是讲。真可惜，就是民国六十几年，大坑风景区，把规划做大坑风景区是站边风景区，结果一拖30几年，甲顶年正式公告了，大坑风景区正讲是一个吼，那袂输关是感觉内底一个保护区，所以讲整个的开发，哦，包括今仔个人来订正啦吼，这个问题要会解决。大坑风景区一顶年已经实施四部计划。但是咧，即个地主哦，四部计划提土地要来申请，真的遥遥无期。哦，敢那即个油气用地，我已经讲三届啦。哦，今仔日地主过来订正我，真的还没有办法解决。咱希望台中市政府啊，吼，整个即马绝对毋是像过去安尼，是一个有负责任、有效率的。哦，针对到即个地的用途，即个百姓，哦，还是讲要来投资、要来开发的公司，哦，要来去。因整个申请的流程，吼，多一个局，多一局，爱负责什么款的，啊，因要来请，经过什么款的 SOP 审查的流程，大约一个机关啊审偌久，啊，当然因有当时啊，吼，因拄到的问题，吼，咱啊一概当回答，么一旦8个月、9个月、10个月，到即马也阁唔知影要安怎着手，吼，这点咱希望啊吼来做一个适当的调整，啊，第二项啊吼，就是咱这个道路的开辟吼。咱看咱铁路高架好了后，吼，我以我一个北屯吼，我倒是溪东这边，吼，要来到一个市内啊，吼，目前是干呐松竹路、吼太原路、东山路这条路啊，当然，吼，未来高架化了两年后，讲会达填平啦，填平。但是这条路啦填平了，势必整个车流量会非常大。咱希望讲未雨绸缪，目前啊，吼，填平了，咱这个环中路以北啦，吼。咱有足侪条路会当马上来贯穿呢，吼，就是事先来做好铁路高架化了。咱的松竹路、东山路、太原路以外，咱的北屯路240巷，其实啦吼，即马都要准备拍通啊，吼，因为咱即马铁架路架空了啊，吼，无路嘛，无路，咱就是吼北屯路240巷，包括三公北一街，马上来拍通，通过来到太原路，吼，来贯穿和溪东这边，包括景武路过东区嘛是啊。连接性铁路高架化了，即马干那景武路，吼干那振兴路，吼、哦、这问题拢会用足侪条路，马上会当来思考来拍通的。天祥街、北华街、富贵街、梅峰街，这拢会当即即马
就来规划啊。哦，当这种啊，拢目前已经有诶道路，哦，那贯穿了开少钱，或是整个开无到3000万，会当有十外条替代道路，和当地周边诶，唔免干那行这个永西的金武路、永西的吼、哦、这个太原路、永西的东山路，这样用疏解，马上疏解，吼、哦，这交通变多，哦，当然这哦过去可能无注意到这，啊，阮达目前看得到诶这个问题，哦，咱整个配套就是。道路完成，啊，整个即个百姓疏通不达，拄到塞车的所在，咱有马上疏解交通瓶颈的所在来解决。啊，第二项啊吼，即个是较大的问题，应该是要配合中央，就是整个74号国道，咱拄到上下班时间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塞车的问题啊吼是非常的严重，已经回堵到整个高速即个快速道路嘛拢塞车啊，啊，就这要安怎来思考？增加匝道嘛好，也是讲整个红绿灯的管控，也是要哪达拖长、拖远顶，吼、哦，达这个塞车问题吼，会当迎刃而解。其实啦吼，像东京嘛好，像纽约人口数拢比人较侪，你看因的快速道路啊吼，因的道路真罕哩讲像咱的车塞甲像这样严重，都做好3年尔，都已经回堵1-2公里啊，吼、哦，这个问题吼、哦，咱真正来想出解决的问题，百姓绝对是无方案的嘛，啊，期待咱幽灵的政府。哦，甚至用咱台中市政府未来每年中央都咱要执政啊，是毋是讲咱有好的计划、好的规划，共同来解决台中市交通哦，这个拥塞的瓶颈哦。以上几个建言，希望台中市政府会当参考，多谢。请听啊，我想跟你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了哈、哦。那个三级毒品哦，毒害校园。比例高达1/4啦，我想这个东西出来，大概有很多人都不会认同的哈。但是，包括警察局给我的资料，包括教育局给我的资料，为数没有那么高啊。但是本席有所本了哈。我想请问一下教育局局长，102年、101年、102年、103年、104年，我们不是有编一个？国中一年级新生，小学一年级，小学4年级的健康检查有没有？你回答本席一下。147号的健康检查，大概每个县市都会做了。我想台中市在101、102、100应该也都有在做、這個。怎么样？有吧？有在做。嘿，好，预算多少钱？我不记下清楚。对啊，你请请哈。请另外报告了哈，102年以前都是2000多万，102年到103、104年是3000多万。编在我们的国小一年级、4年级、国中一年级的健康检查，那健康检查大家很清楚啊，不外乎有检查到尿液。我这个绝对有所本。这个检体在哪里？检验的报告在哪里？你们教育局有没有去追踪？校长有没有跟你回报？没有。其实你们校长回报给警察局的，都是那些案例，都已经是一个陈年旧案，已经是固定在那边的。警察局少年组也每天跟学校要这些资料。但是这个东西牵涉到4个局势，一个是警察局，一个是卫生局，一个教育局，还有一个是社会局。如果今天大家没有对这个东西来重视的时候，请你让你亡国。我们现在年轻人生的少，我们班次减少的很少，包括我们的北台中市的太平国小只剩下2班而已，囡仔已经吃少掉啊。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吸毒的比例仍旧那么高的话，